7月23号下午2:50，大家好，我是飞猫。客户的电话就是命令啊。昨天下午接到客户电话，说今天有一车祸，那我们马上结束了，中断了我们的行程。中午从宿舍吃完饭，马上往家里赶，收拾收拾，现在已经到了大车上，现在去装货去了。又是一个多月没到我们如皋港来装货了。环保转型升级，园区的某些化工厂已经关停，厂区杂草丛生。哥们儿在我前面装的，我装完了，他油布也盖了差不多了，辛苦啊。今天我们还是走高张气渡啊，现在经过长青沙大桥。又有大件车从这里过渡啊，要包船了。
江面上基本上已经没有轮船了。下午六点，我们现在正在如皋到张家港的高张气度的渡轮上面，正在跨越长江。目前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还在浙江象山东南600公里的洋面上，还没有影响到这里，但是江面上的风浪比较大，已经看不到船了，船都已经进港避风了。估计今天晚上到明天，这个风雨就会来了。Osco，这是中远的船啊。前面进浙江了，雨来了，这是台风的外围啊，呵呵，终于来了，躲也躲不掉了。140。午夜的12点了，到了嘉兴的目的地。今天开的比较慢，路上停了3次，抽空做了一下视频，然后又到加油站去把发电机的油给补了一下。这个台风来了，但是客户电话就是命令，台风来了也得走。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明天的卸货，然后回货的问题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但愿明天能够找到一车比较理想的货回家。好了，现在休息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